便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浩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亲近印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城市的主持明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第25集。那经文安尼讲，阿难，这难是这吼，食少用这都、就是惊慌的意思。咱心肝惊一下，这难劈作合掌，起立别佛，除非我心当明。当明何定啊？忽然阿难啊，此时坚定希望想啊，行你真性，由你无始至于今生啊，任察为主啊，信你愿成，故受轮转啊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前一集说阿难说那个会推想的心就是他的真心啦。阿佛跟他说，嘿，你啊，大错啊你啊，那不是你的心啊。啊，所以今天就说给阿难达听一个说，啊，惊慌讲，啊，迄毋是我的心，很惊慌失措了。啊，所以撇坐就是，离开椅仔坐了。啊，两手合掌，啊，徛起来，禀拜佛陀，禀告安尼讲。这病呢，就是下脚对顶面背讲话啦。做戏个讲用病来较紧啦，就是病哈。恁白佛陀讲，啊，这个当推想的心，唔是我的心，啊，无迄个啊，这啥名啊？啊，佛陀就甲阿难尊者讲。这个心啊，
诶，推心诶，即个心，迄是前你眼前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形形色色啦，目睭看，耳孔听各款声音啦，啊，鼻孔所鼻诶，芳臭，啊，只所食诶迄个叫做滋味啦，咸诶、正诶、甜诶、苦辣，啊，身体摩擦。我就感觉烧的冷的重的轻的，啊，内底心意，遐个五根烟外口的，五尘的，耳孔上录音机啊，啊，目睭上翕相机，翕外口录影机，录啊，录音录啊。收入在第六意识遐迄个仓库，啊，遐第六意识吼，就当遐回忆啦，当遐迄就是迄个法尘，色声香味触法第六尘或者法尘，啊，法尘，所以这六尘呢，迄个会推想的心就是这六尘翕相、录音、录影。啊，翕遐相，录定的影像，啊，所集成的迄、那个，迄妄想心啊，迄妄心胡思乱想的做梦啊，啊，这个妄想心呢，录定相想，就是讲录定翕入来影像所成的妄想。迄妄想心吼，结果就将你迄个真心实性甲藏起来啊！啊，你怎啊卖出去啊？像迄个乌云藏月亮起来啊！所以真心实性就是互你哩即个妄心藏掉了，卖失去啊！讲由于你伫从无始以来，哈，一直到即嘛，哈，今生到你即嘛，遐，你拢错认，即妄想心就是你的自己的真心实性，结果你认察为主了，即个妄心是害你去。你轮回受苦的，像土匪贼啦，啊，结果你认迄个贼啦吼，做家己的干儿子，做家己的儿子，认贼为主，甚至认回是就是你的主人，啊，所以迷失了你原来本有的常住不变的真心实性。迄个刹那心、妄想心呢，喧宾夺主就对了。就是讲，迄个刹那入去内底吼，占主人位了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煞着听伊，听这主人当个指挥，啊，去做歹代志，起恶造业，感受六道轮回的苦报。就是听迄个妄想，迄、那个希望的妄想心、烦恼心，啊，所起邪啦。起邪就是起贪嗔痴啦。看到好的就起贪，看到歹的就发性地，啊，看到物件如痴胡思乱想、邪见，啊，那起这个邪，起邪就是起烦恼，啊，就开始受迄个烦恼指挥。去做杀盗淫妄、杀生啦、偷窃啦、抢劫啊、男女邪淫、讲白杂话、诈欺啊、杀人放火啊，做了恶业，啊，因为这恶业有迄个恶因，就爱去感受恶果，对着六道轮回，当然是苦报。讲这就是害你的，非杀你认做是你的囡、你的囝、你的主人。经文阁安讲，阿难别佛了，别佛见，
世尊，我父兄弟心爱佛国，令我出家，我心何独供养如来，乃至遍历恒河沙国土，行住诸佛啊，求善知识，发大勇命，行住一切难行法事，该用初心啊，将令谤法，应退善根，亦因初心啊，若此发明不是心者，我乃无心啊，当自土木。离此各地啊，更无所有。云何如来说此非心？我是行步，兼此大众，如不疑惑，非求非垂大悲，开示迷悟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阿难尊者禀白佛陀讲了，讲世上最尊的佛陀啊，我是你最疼爱的，堂弟疼爱就是最疼爱的，堂弟就是结拜兄弟啊。我因为内心羡慕佛陀的三十二相，这庄严的缘故，所以我才想跟佛出家啦，是放弃俗家来出家。我这个推心的心啊，不独是供养恭敬你佛陀啊，甚至我后将来要到遍历十方世界，迄世界侪甲像恒河沙遐侪国土世界，拢想要去亲近供养去弘誓啦。迄十方世界诸佛含所有的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啊！我发大勇命精进，修行一切各种难行能行的佛法事情，就是修苦行啦，就是用这个心去做，去用这个心去功夫去修行的。即使就是遐消磨外道、诽谤佛法、永远退失善根的这外道，嘛是因为这个心去的原因啦，如果这个的法明分别，了知的不是我自己的心，我去不是就无心啊呢？相当于遐无心，我若无心，就像迄个泥土啦、树木迄土啦、树木无心，煞变植物人。离了这个觉察了知的心，一无所有了啊！安怎如来讲，这不是我自己的心呢？我实在感觉文经方恐怖，兼这些这些广大群众，无一个不是心肝惊慌失措啊，发生疑问迷惑了。广大群众，我小讲安尼哈。但愿佛陀慈悲人，发慈悲心，人爱我，讲开始这个，我拢阿未觉悟，阿未觉悟的，我这个无知人，那迄内底讲善知识，这咱佛经拢定着看到这三字，善知识就是。
公开的就是啊，含你熟悉啊，是伊真了解道理了哈。诶，这个好的师长啦，朋友拢啊做贤弟学啊。遮咧讲有三款贤弟学，一款是外户的贤弟学，啊，那是甲你教派的迄个做恶弟学啊。外户的贤弟学，就是你咧修行爱伫外面咧，甲你扶持啦。供养助你修行，这叫做外合贤弟学。啊，第二种啊，做同行贤弟学，就是和你做伙来修行、学佛的，同参道友啦，哈、啊。第三，教修贤弟学，就是咱一般咧讲师长啦，哈、啊。师长会教授你佛法，会当甲你教修戒、讲经互你听，遐做教授的贤弟学，一般就是拢指即个教即个贤弟学。在《华严经》讲，还有十款贤弟学啊，十款拢会使称贤弟学。第一。能令人安住菩提心的贤弟学，就是讲会当引导你学佛、发菩提心。所谓发菩提心，那正清应该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发心，就是立志啦。立志要求证佛的迄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无上正等正觉啦。啊！发誓立志，我从今以后要学佛求佛啦。佛就是至高无上，所以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心要求证佛果。第二款，灵修是善根的善知识，会当教你安怎修善行。学会修善行，唔好做歹，甲你警告的。第三，能令究竟婆罗蜜善知识，婆罗蜜就是道彼岸啦，就是六道万行，六道之道就是婆罗蜜啦。婆罗蜜就是讲会当道出苦海，到彼岸佛国去究竟涅槃，啊，做。婆罗蜜，唔是咱咧食，咧食了果子婆罗蜜咯。婆罗蜜啦，就是六婆罗蜜啦，就是六道啦，哈。我时时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甲你修这个菩萨六道万行，迄善知识。第四，令令分辨解说一切法的善知识。会当讲经互伊听，讲即个法，讲解说啦，讲解，即款个书中个都，即款善知识。第五款，能令人安住心识一切众生善知识，讲会当，树立个发心。要去救度众生啊，教化众生，迄款善知识。第六，能令机智辩才，随文能答善知识，会当教你安怎辩论口才，人问佛法，你拢随会当答，迄个做辩才无碍啊。第七种，能令不着一切的生死善知识，使你会当看破，未贪恋执着世间生死轮回这五欲红尘，不着就是未贪着，会看会破啊，会善知识。第八，能令一切劫，
行菩萨行善知识，啊，心无厌倦，会当使你发心吼，安尼，带世间大众生吼，啊，心无厌倦，安尼行菩萨道的善知识，得到宁静安住，安住好现行的善知识，会当教你行菩萨行。菩萨行华严经遐咧讲，咱平时咧念，伊食咧金珠佛，二食清净如来，三食广修供养，迄普贤十大愿啊，会当修到普贤行。第十，能令心入一切佛地善地性，会当使你修到证到，迄佛的智慧最高智慧一切地啊，这拢是善地性，哎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回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法院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142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来纪念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，有随喜传都有寄开。到即摆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。啊，做廿四人拢定写回来甲我讨。迄阵妈个写啊一个林基书，啊，等下甲我讨百几本，讲伊阵妈个写啊写一个国际网站，讲要放迄个白话佛经哦，全世界收会到。伊讲怎啊，全世界华文，中国人拢看迄个白话，迄古文人看无啦。啊，所以去大陆啊、台湾四界找，讲看迄个白话。佛经嘛，结果拢找无理想。啊，尾后才由迄、那个戴金鸿教授，甲介绍来甲讨百几本，欢喜甲，讲伊当下要将我翻译个白话佛经，放互全世界收会着。啊，咱遮若有一点仔收入，都拢印经送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救人，佫收几啊高字，用伫两台电视方法。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、女众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的，即个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去教本啊，各位若有事啊，会使敲电话来本寺。咱遮头前店就是镜头这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那是清朝台湾第一富金公主。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遮大个灵感，含我家己嘛得到遮大个灵感。我8-9年前，予人诬告陷害，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，判我3摆无罪，4摆无罪。啊，以后搁得要是搁加上诉，啊，我啊跪到咱300吨观世菩萨头前。去观世菩萨讲爱加解救，有一人望见观世菩萨过来，我头壳顶加嗅甘露水，结果无偌久，真正最高法院将伊迄个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马提袂出人证物证，也无新的证据，袂使搁上诉，到这为止，达三审定验庭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加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普查新桥弘誓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
新超风师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风师。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。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乘愿再来。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神变月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兆倍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及佛法开示，恭请果慈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21日星期二。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9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恭诵妙法莲华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24日星期五至2月26日星期日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洽询电话0566331565，法会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，敬请与会菩萨，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五行孤魂比利多，莫教平地起风波，慈航犯障虚道岸，喜笑上传慧眼魔，已发觉未发觉，末路风度病太月，就尽重尽捐除，何须一一重惩却，已结症未结症，打破严峻台判尽，慈风扫荡障云霄，万里青天孤炯炯，诸佛子等慧眼谋，修修修，各莫造罪结冤仇，钓竿已在阎君手，切莫从前再犯钩，即今事事圆满功德周隆，汝等孤魂佛子向什么处安身立命营，诸祖宗成化藏界，从江河出波阿毗罗，大众请起立拜，请起，万事